偷塔，哎、欸，他很强哎、欸。哦哦，完了，完了，我的妈！Oh shit！ 干，再一次好了。好，欢迎回到深黑开赛 Toss Japan 2023，预身价4500块，那我们买到了便宜很多的价钱，一包10张，还有24包。没有保全。一个 stack， 好久没开卡哦。哎呦，铺好社会瘾。Police Seeker， 这是谁啊 ？GJ Dots。哎呦 ，WBC。哦，出樱花，开要投。哎呦，为什么出这么烂的樱花？他 WBC 是只有日本队吗？还是也有其他？就日本队啊，因为他在日本卖啊。所以他 WBC 卡只有日本队。对啊。哎呦，为什么出这种垃圾的樱花？哦，一耶。哦，你没差。One out， 哦，这樱花真的好丑啊，今年。今年樱花，来给镜头再看一下。樱花，而且是一限量，一张，现在只是9张了。好丑，为什么出它了？哎呦哎呦，我的 Peraza Peraza， 那个 Peraza 99张也不错。Blue Bob U Darvish， 哎呦，还行哦，也是很帅的。对啊，樱花，这是 Cherry Tree， 没有限量特卡 ，Kirby 日本限定的。那 Cherry Tree 也可以包起来吧？哦呦 ，Otani 哦 ，Otani 有另外的家哦。Jordan Alvarez。甲居，哇，这甲居男的 off center， 哇，这全部都是 off center。哎呦，后面的是什么？后面这是什么？签名哎。是吗？是啊。是吗？签名。哎呦，出签喽。那最后再开。我塔尼。哎呦，这很有价哦。真的、哦。对啊 ，WBC 我塔尼。Van Grissom， Bobby Witt， Bobby。那请问签名要现在看还是后面看？我们最后再开啊。最后面吗？对啊。我们最后再分就好了。特卡 ，Mr. Ruiz， Tatis， Kensui Kondo， 这就是那个跑很快那个，是不是？不是啊，哦、不是打击很强，进打字打也超强。Peralta， Thomas， Muncy， Jack Peterson。先把，真的帅，啊，都不重要。还有有西达，这是还手头吗？真的。哦，不错，这两个都是帕瑞的。可是这个已经在洋基了。好像还没有什么大 rookie。Glaber Day。哎呦 ，Nuba， 要转那个胡椒瓶。拉 Nuba。你知道今天有新闻报道说他跟那个检察官讲说他 took a risk， 不是他跟检察官讲，他跟谁讲？是他跟那个女生讲，然后 took a risk， 在好恶心哦，讯息，他就知道、哦，他就知道、哦，他就知道、哦，有钱 ，Nolan， 但是都贴都是贴纸的，所以他们才给钱的、哦。Fujinami，、欸、其实我觉得日本人一定会有人收这个，对啊，哎呦 ，Murakami， 哎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Vladi， 这是什么 ？48，48 什么 ？Home runs 吗 ？Numbers， 对啊 ，48 有什么了不起？他超级 overrated， 我也觉得。Riley，Alonso，Marvargas 啊，再来一个樱花啊。我当然穿洋基的，我他今年在洋基，而且这看起来是 P 图的，这不对啊，很不像洋基，看起来就很完全不是。他这洋基投了几场，很烂啊。Ota， 哎、欸，他很强哎、欸。哦哦，完了，完了，我的妈！哇，真假 ？Holy shit！ Holy shit！ 哇！我靠！太屌了吧！一张之后一张的卡，哇！而且是 Anthony Volpe， 三小啊！我靠！What the fuck？
我靠，屌，好屌啊！妈的，这太屌了！我从来没开过，而且只卡 one of one。我第一次看到 one of one 叫什么？这叫 planner 吗？ planner 吗？这我觉得不会。我靠，你去拿一个那个吧， Mac 吧。等一下，等一下，这我觉得不会买。看能不能再拆到一张 one of one。太屌了，而且是 VIP 耶。对啊，干，这真的太屌了。哎呦，普卡哦，普卡放旁边比对一下。干，太屌了，太屌了。Ellie 不错不错 ，Ellie 不错。这是谁？伊藤大海，不知道，我在看呢。Brian Bayo 还行，不认识，不认识。第一次看到一张真的有料的一万万，超级，而且是超级有料。Nuba 的，他有 image variation 吗？就这里面应该没有吧？你这哇，好吧，这照片选的蛮酷的 ，Josh Young。哇靠，这 rookie logo 是巨大的，我现在突然发现他有调整过 size 啊，很奇怪。这是谁？不知道。他是 rookie。哎，我看一下，木真武还是谁？大是 rookie， 好了，我不熟。我画皮。这卡可能永远见不到市场。对啊 ，never， 只是他在 YouTube 上出现。头发，我不是独狼，大笔哦 ，Rocky， 哎呦 ，Sasaki， 我觉得绝对会有人想要收这个一整组。对啊，因为得了冠军就很有意义。刚那是谁？250几个三振对不对 ？Gerko 250个三振，我找到方案。这是 Cabrera， 哦 ，Many。Shooto， 哎 ，Shooto 是跑很快的吗？还是不是？忘记了。Harris， 还不错。Yalish， 哎 ，Yalish 今年其实打不错。真的吗？你撕开这上面，垃圾仔，大骨敲骨仔 ，Bogarts， Yamakawa， Yamakawa， 山川水道，绿色的，绿色 ，Out of 50， Out of 50， Otani， Nah， 我来过了。好像已经没有卡可以超过 Volpe 了，不太可能了。这个 Emerald Green 是50吧，我记得。你转过来就知道了。哦、哎呦，有一张 Cherry Tree 哦。这是谁？冈本和真，巨人队的。哎呦，哎、欸，这有价值哎、欸，真的、哦，这超有价值的。哦，他你 Cherry Tree 认真，虽然都没有我们刚开到的价值。Riley Green 还不错 ，Verlander， 哎呦，又一张修回哦，我们修回都有集齐了。我帮你，蛮好看的。对啊，啊，刚才那张是75张的 Zach Wheeler。Donovan， Tuve， Guerrero， 这个有没有出 Parallel？ 那我不知道哎 ，Yoshinobu。没有野猫魔头，我看野猫的很矮、欸，很矮啊！不然怎么办？但那感觉就是签名啊。哦，不知道。Tatsuto Yamada。Tatsuto Yamada。哦，我知道山田哲人。我怎么都知道？因为我有在看 WBC 啊。我也有看啊。你没有看台湾转播、啊？我看哪一队？Josh Mednola， 哦 ，Cronenworth， Devensis， Togo， 我们是不是开到了开过了 ？Togo 没有，哦哟，哎、哦欸，我们现在这是蛮歪哦，有的很有价值，还是很歪。但是对啊，偏 OC， 那在哪里？我的电脑，慢慢去玩用，你开。我觉得这哇，哎呦，哦，紫色是多少？50还是75？50吧，应该是50。这是谁？哪一个 ？Adi Rushman。这是谁？哎呦，橘色。Imanaga， 哎、欸，金永生态。橘色真的是 Adi 哦，不是，嗯、啊，橘一半，嗯、啊、嗯。金永生态还不错 ，Imanaga， 我看一下几张，50吧，50，限量50张。嗯。Melson， 这还需要 Tablo 吗？
我知道，限量就是他多少。看他有往上问两张限量，三张限量，然后一张签名，我蛮确定那张签名，而且这张是反过来的，比去年一定比之前多，但还是很少，因为在日本。真的吗？如果比之前多，那我们是运气超好吗？一定超好啊！是给 Genda 原田，这是什么 Joey Vato？ Vato Yoshida， 是 Yoshida， 对啊 ，Rookie 啊。哎呦 ，Senga， 因为你看这些日本选手加日本国旗，是啊，应该是比他普卡有价值。一定是比他 flagship 普卡有价值，有这么帅吗？有一张 cherry tree， 很好啊 ，JJ birthday， 这是我都想自己收一张 WBC 的，哦，我们真的很帅哦 ，OK， 我们真的很帅哦，今年的 J 宝，今年 J 宝很多，这是什么？谁想到？谁想出来的主意啊？哎呦，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下面白白，我都觉得什么？想太多了。但我刚刚真的一开始是看，其实我也不太记得。这是谁？中村。啊，我承认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其实蛮好的，因为他等于是 TOPS 那个 Series One、Series Two Update 全部都在这边，对吧？对啊。但是其实以 Value 来讲，我觉得是蛮高的。哎呦，樱花！有樱花，哇靠，这什么art啊？这是黑色是吗 ？Maki， 看他叫什么名字？来，我的樱花 ，Otani， 哇 ，KC， 哇，这 Rookie， 这是谁啊？你是 Rookie， 听一张限量，50，给你 ，Kenley Jensen。Shane Bieber, Outman, 牡蛎，哎，难得有重复的。那张 Cherry Tree 是谁 ？Nakano, 我们的运气真不错。那 Cherry Tree 的名单应该就都很好吧 ？Suzuki, 竟然没看到 Ali Rushman。有啊，有 Ali Rushman。补考啊，有啊。哦。其实签名现在是一往那边，你知道吗？会沾到桌子，什么意思？因为他签名是反的。哦，没错、啊，他应该。Gunner 给我。Hiroya Miyagi， 不认识。Casas， 真的可以整一整组，我觉得。好嘞。Red Sox， 哦。有戏的、啊、哦，好血啊！我、哦、靠，这个血蓝。Oh, told you it's a auto， 这个真的血蓝的，太屌了！来了，我们中到一张签名，我现在有点觉得不可思议。这张签名价不是最好的，而且25张哦。哎，我们是不是连两年抽到25张新人签？对吧？哦，去年的影片我来了吗？还没啊，去年影片我还没上。然后 ，what a one。两张 cherry blossom 99的不重要，然后有很多这个 cherry tree 的，然后我们三个我们最喜欢的 top low 起来，跟两张限量，一张50张，一张75，然后再重复一次哦。What the fuck？ 谢谢各位收看，下次见哦，谢谢收看，记得订阅喽。